Death Challenge 这个组织，不仅仅是个赛车组织那么简单，他们背后是日本的黑帮山田组。我是团飞车组程志飞，保证卧底安全。队长，大儿子，非要为他老爸的死负责。想救你女朋友的话，那你就必须得参加 DC 比赛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脱离警察身份。你想怎么样？ 只有死人才能真正保守秘密。你真的打算就这么一走了之啊？你好好想清楚啊！承受不了做警察的那种无力感，承受不了那种夹在执法和人性之间的压力。